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课本第97页。好，讲到阿难的名字是父母作之，那前面说要不破此结跏趺坐成一切智，就是我要不破此身，就是这个结跏趺坐的这个身啊，或者是结跏趺坐要不破此身成一切智或者要不破此身结跏趺坐的身成一切，就是成一切智啊，那就是或者这个身坏掉或者我得一切智，要不就是终不起此结跏趺坐的这个身终不起也其实就是我要不这个身体坏掉，要不我得一切智那么不然我这结跏趺坐的身体我终究不会再起来那这样我们就了解这个意思。好，就这个时候释迦佛发这个愿之后就悉达多发这个愿之后，魔王将十八亿众到菩萨手，敢与菩萨决其得失。好，那么现在来看到这个魔王将十八亿众，那么在经典里面看你会发现到只要讲到魔王的，那么基本上有两个一个就是十八亿众一个就是魔女，三个魔女通常是这样那十八亿众有一些讲八十亿，有的讲八十亿，那八十亿比较少那应该是十八亿因为到处都是讲十八亿所以八十亿应该是他十八亿的误写或怎么样因为也有八十亿，但非常少都是十八亿，各个经历论都讲十八亿。好，那在这个第十三页卷一也有讲降魔是十八亿万那后面也会讲那什么是亿大智慧的亿是千万这里有讲千万，但是就是亿有很多种说法一般最早的说法是十万为亿然后也有百万也有千万的，那大智慧在解释亿的时候就后面就解释亿的时候讲千万，然后现在的亿是万万所以亿有十万百万千万万万四种说法那这里这个是十八亿，那为什么是十八亿呢那亿其实就是很多了那十八有时候也是很多的意思那比如说须达多长者见这个奇眼金色用了十八亿金是形容很多。迦留陀语度众第一，度十八亿人这个也是很多的意思然后就是在讲到十八亿里面，经典讲到很多有时候用十八亿，那这十八亿跟五百的多是不同层次的多，是非常多，有时候讲五百人或是八万人那个都是很多的意思，但是那个多是不同层次的那但是这里的十八亿应该是破二十种生死重罪的这种概念是一样的经典没有讲，但我们不晓得它应该是这样，因为烦恼的升起处就好像生死的根本，烦恼的根本在哪里，烦恼的根本一般是根尘合合生事，根尘事合合生处那基本上是这样，那处生处俱生受想事，那如果从缘起来讲根尘事处受爱取有，处受爱，爱之后就取，取之后就有，那有就有三有那就欲有色有无色有。好，那基本上这个是烦恼的升起处就在这里，是在这里那处之后受想思，
那你只要跟无明、跟我见相应了、啊，你只要跟我见相应，你就会在这个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上起贪嗔痴。那烦恼最重要，只要是贪爱跟嗔恚，还有无明了 啊，无明跟贪爱，只要是无明跟贪爱啊，那通常因为我们只要看到魔王、魔王占道，基本上一定是两个啊，魔女跟魔君啊。那这里基本上讲魔君。啊，但是在卷子四的时候，因为这里没有，在下一本，啊，他也讲到三个魔女，通常都是魔女都是三个，啊，但也有讲四个的，啊，初要经验里面讲四个，啊，但一般都是讲三个，啊，乐见悦彼可爱，那这个是贪爱的层次，贪爱的层次，啊，欢喜赞叹难着，反正就有杂含经也是讲啊，但是就是魔女基本上是三种贪爱的层次，啊，那魔君基本上就是让你嗔恚。所以魔君都是什么？拿刀砍你，啊，拿箭射你，啊，让你害怕，让你生气，啊，通常是这样啊。那只要讲到魔王啊，那就是魔君。那一般来讲，心动即为魔夫。阿含经里面，心动即为魔夫，就是只要烦恼动了，通常是这样啊。你只要烦恼动，那即为魔夫，你就为魔所束缚绑住了。这样就为魔夫，心动即为魔，不动即脱魔束缚啊，解脱魔王的束缚。所以心在哪里动呢？在这里动啊，心在这个地方六根六尘六识上啊，为烦恼所动。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不动啊，就是根尘识面对一切境界的时候不动啊，那么你就不为魔所缚。那最典型的就是啊，这个二十亿耳。啊，二十一耳是精进第一德，走路都走到脚流水，惊醒啊，惊醒都惊醒到脚流血还在惊醒，啊，六路处常对啊，这个六路处常对，不能动其心，那你就不为魔所缚，啊，就二十一耳啊，六路处常对，啊，就是这里，那叫做十八戒啊，六路处常对，不能动其心，那就不为魔所缚。啊，那我们六路处常对，就是跟六根常对六尘，那六识起分别。那么你跟烦恼相应，叫做无明相应处。当你跟无明，就是有我见的时候，那你就会在受上，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上，那么起贪、起嗔、起痴。啊，那如果从这样来讲的话，啊，那可能十八亿魔君基本上是指这个，就烦恼的升起处，就十八戒。啊，那。十八再是这个，那意是形容很多了啊。那有时候讲十八亿万，你看卷批第十三页啊，卷一节讲十八亿万啊，然后就十八的意思啊，就是非常多啊。那我们说有时候十八也形容多了，十八也形容多啊。这个须达多长者见这个奇眼经是用了十八亿经啊，迦留陀语度化十八亿众啊，反正就是。这十八也形容多，还有很多啊，就是这个盗贼啊，那么就是这个钱价值十八亿金啊，反正你在阿含经不是阿含，在经律里面你会看到很多类似像这样的。我那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十八亿呢？啊，但是他有这种习惯性的说法啊，就是一个就是形容多，一个就是他是有表法的，就是这个，因为他是烦恼的升起处，为什么？因为。比如说我们破二十一劫生死重罪，这个你去查也是很多，就是二十一劫的生死重罪，或是二十一重的邪见高山啊，反正就是这样，就二十一，二十一是因为我们从二十一知道十八亿可能也是这样的啊，它很常见啊，这我费了一点时间之前啊，我就待会有查过，这我知道啊，应该是这样的说法。那因为二十亿怎么来的？二十亿是我见，我见是生死的根本，那这个是烦恼升起的根本，烦恼的升起之处啊，啊，那这个是生死的根本啊，即运我、离运我跟相在我。那相在我，我在运中，运在我中。那每一个这里有四个，每一个都有五个，都受受想行识运，运都有五个嘛，这有五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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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即运我，色即是我，色即是我，啊，是即是我五个，离运我，离色有我，离事有我。啊，那么相在我，我在运中；色在我在色中；事在我在事中，有五个；运在我中啊，色在我中
事在我中啊，有五个，这加起来就二十个。那这二十个我见你都没有，你就破二十亿劫的生死重罪啊。通常会讲破二十亿劫生死重罪啊。我们最常见的啊，这念佛啊，这念念中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十念啊就八百亿了啊。那基本上经典里面常用的破二十亿劫生死重罪，二十亿劫。啊，基本上是二十一劫，或是二十亿重邪见高山啊。我们问这种东西这样啊，那么或是超越二十亿重的啊，这种生死高山啊，类似像这种形容词啊，那我们就会知道啊，它的二十亿指的是这个，就是因为你这个二十是有意义的，就是它基本上你这个一层一层的都会，只要其中有一个你没有破，你的生死就不能断。只要有一个你不破，你的生死就不能断。那么这里也一样，六处里面啊，只要那么你的其中一个，不管是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那么你的六识去了别，只要有一个啊，那六根对色尘，就眼根对色尘，那么眼识起分别，然后你起了烦恼，或者起贪的烦恼，或者起嗔的烦恼啊，那么你就会啊。为魔所缚，就是 只要有烦恼就是了啊，那不离开这个东西啊，那这个有可能是这样啊，但是这是我们推论的啊，就不一定是这样，但有可能是这样啊。那一个就是啊，十八戒里面来说啊，根尘世是烦恼的升起处嘛，那这个是生死的根本处嘛啊，那所以十八亿魔君有可能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说。这个因为啊，十八亿有时候在经论里面也代表多啊，比如说形容这个国家很多人，他说国人十八亿啊，那除了魔王为十八亿，国人有十八亿啊，这经论里面也有啊，或者说他的供养啊，他供养的福报很大，十八亿劫都在修供养啊，那也是十八亿啊，十八亿劫十八亿啊。之前讲过啊，这奇眼金色，奇眼金色须达多啊，供养十八亿，买地十八亿，建寺十八亿，啊，就是他建那个寺，就买那个地，汇了十八亿的金，十八亿，然后又建这个寺院，又汇十八亿，啊，然后就是买那个地，建这个寺，还有供养僧团的钱，又汇了十八亿，那为什么一定要十八亿呢？多了，形容多啊。那迦留陀语度化十八亿的人啊，那么这些商人啊，那么他那个整个的钱价值十八亿啊，反正这个你如果稍微就是把这个有关十八亿的都拿出来看，你会发现这个十八亿第一个是形容多啊，但是如果是魔来里面来看啊，就是魔众十八亿来看。因为魔众里面啊，魔里面不外乎就是贪跟嗔啊。那么十八亿魔众啊，那么有可能就是在六根六尘六识上啊，十八戒来说的啊。因为十八戒十二路都是表示一切法的意思啊，都是表示一切法啊。十二路是一切法啊，但是十八戒是一切烦恼的升起处，一定要有四。好，那这个我们稍微。理解一下啊，大概就差不多知道了。好，那再往底下看啊，他说这个菩萨智慧力故啊，大破魔君，魔不如而退啊。后来啊，魔王就退了啊。在卷十四里面还会讲到啊，魔王的三个女儿啊，然后又去要勾引这个悉达多啊。这个到卷十四的时候我们再来说。那么魔王心里面就想啊，菩萨颇胜啊，颇胜不可啊，就是没有办法战胜这个菩萨。好，那我就去对待他的爸爸，当老其父啊，所以就叫这个魔王去到净饭王那里啊，鬼缘啊，鬼缘就是啊，鬼骗诈骗啊啊，这个讲的不是实话了啊，奴子啊，你悉达多，你的儿子啊，今天以后已经已了，就死掉了啊，已了就是已经死了。
不在人间了啊。那王闻此语啊，国王听到这个话，坚不堕床啊，就本来坐在床上的啊，或者睡在床上的啊，害怕掉下来了，如热沙中鱼啊，鱼要在水里面才会活，它在热沙里面啊，那么在沙里面就不太能活了，还在热沙中啊，所以啊非常的痛苦。这个时候国王啊悲哭而说偈人啊，就悲泣啼哭啊，心里面啊悲是形容他心里面的悲哀，哭啊是这个悲哀的状态显现出来了。那么说偈，阿姨陀虚言，阿姨陀就是阿斯陀仙人啊，啊这传言不是释迦佛刚生出来啊，悉达多生出来啊，抢了很多婆罗门来看啊，那其中一个阿斯陀说，其他婆罗门都说，所有的婆罗门的这些仙人都说啊，就是他们这些长老都说，这个太子有32相，不是做转轮圣王就是成佛法王，那阿斯陀仙人说他一定会成佛啊，那么他说这个瑞印就是阿斯陀宣言，不是说啊他一定要不是成转轮圣王就是成佛吗？不是说他一定会成佛吗？啊，那么现在他怎么死了呢？啊，所以他的话不是他的话都很灵验吗？那现在虚言就是那他的话就不真实了啊，他刚生出来的时候就说他要不成转轮圣王就是成佛啊，现在已经死了，也没有成转轮圣王，也没有成佛，那这样就是虚言啊，就是讲的话啊，就是不死啊啊，虚妄不死啊。那么瑞应亦无厌啊，瑞应就是这个释迦佛要出生之前啊，不是有做梦吗？那么甚至这个摩耶夫人又梦见啊六有白象啊。那么他做梦啊，那有一些吉祥的梦了啊。第一个啊，这个就是这个第一个啊，摩耶夫人见啊，这个在80颂律里面有说啊，就是说这个摩耶夫人梦见啊六爻白象啊，那么而且看梦见自己的身体啊飞到虚空上面，那么梦见自己上这个高山上面。那么梦见很多人啊都在底下顶礼围绕，所以他就把这个梦告诉啊，就是他怀有这个悉达多的时候啊，那么他就做了这个梦，他就把这个梦告诉这个净饭王，那净饭王就召集宫里面所有的这些相师啊解梦师的婆罗门来解梦啊，就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就把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人啊，这些都找来啊，那么告诉他们啊，摩耶夫人现在有这个梦，有这4个梦了啊，就有梦中有这4个相啊，然后这个这些解梦师啊，就婆罗门这些解梦师啊，因为他有一些瑞印啊，就是有一些瑞印，就是他的梦里面有一些祥瑞啊，有一些好的征兆了。那这个解这个婆罗门就跟他们讲啊，第一个啊，表示一定会生男的啊，第二个啊，表示啊，那么生出来的小孩啊，相言装好，有32相。第三个告诉他，如果出家就会成佛啊，如果在家就会做转轮圣王啊。那么因为这样嘛，因为有祥瑞嘛，所以就找这些人，然后生出来之后就找来看啊，那阿斯陀仙人啊就来看，就说啊，他一定会成佛。啊，那但是就是阿斯陀仙人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啊。为什么呢？因为喜是这个小孩子未来会成佛，以后这个人间有佛，会度很多众生，他很欢喜；悲就是因为他年纪大了啊，可能已经100岁了或80几岁了啊，年纪大了啊，等这个小孩长大成佛的时候，他已经看不到了啊。那么不得，他会升到无色界啊，那不得听见佛闻法，所以他心里面啊感到悲哀啊。不过据说他回去跟他的这个徒弟讲，年轻的徒弟讲，你要记得啊，20几年后啊，有一个人会成佛，你要特别注意。那么听到有人成佛，你要赶快去见这个人，对你有很大的利益啊。
不过他的小徒弟不把他放在心上啊，所以一直没有去找佛，也一直没有得到佛的利益啊。有这么一件事啊，那这个就是瑞应啊，就有瑞应，就是那么第一个阿斯陀说一定会成佛也没有啊，那么这个摩耶夫人啊，那包括释迦佛出生的时候也有很多祥瑞瑞应啊，那这些难道都不是吗？这个瑞应亦瑞应亦无愿，也不是真的有这个灵验啊，都没有啊，得利之子民啊。第三个啊，因为他出生之后啊，那非常的好，所以就把他叫做悉达多啊，就是因为他第一个他出生一定会成佛嘛，他有三十二相啊，而且要来之前有六爻白相啊这一些啊，然后很多人都说啊，来的人都说这个小孩子不是转轮圣王就是成佛未来啊，那阿斯陀先生说这个小孩子一定会成佛。好，有种种的瑞因啊，那么也有这个很多人啊都这么说，所以啊后来就把他取名叫做悉达多。悉达多就是吉祥，一切功德成就，一切意成。悉达多有这三个意思。悉达多，吉祥的意思啊，因为有瑞应嘛，然后一切意成，一切功德成就啊，就圆满啊，成就。那所以这个名，这个是他的名啊，就取这个名啊，就表示他有这样的，他有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成就了，未来会有这样的成就，所以得利之吉名啊，这吉祥的名称啊，就会有利益，未来有一切利益。得利是他一切功德成就啊，然后得一切利益啊，他得一切益，然后吉祥的这个名字。到现在来看，因为已经死了嘛，啊，这个托啊，这个梦也不是真的，这个瑞应不是真的啊，然后这个阿斯陀仙人说的也不是真的，这个名字所代表的也不是真的，一切无所获。那从这三个地方来看啊，因为现在人已经死了啊，那你说他，因为他未来将一切功德成就，所以把他叫做悉达多，哪有？啊，那你说这个摩耶夫人做这个梦，然后出生有这种祥瑞啊，那么代表他什么什么未来会成佛，未来成就，那也没有啊，哪有啊？你说这个的小孩子有三十二相啊，那么未来一定会成就，也没有啊，哪里有啊？那所以这个一切无所获啊，讲这件事。好，那这时候菩提树神大欢喜啊，就是树里面大部分一般来讲啊，超过不到几尺的树就有树神。那树神基本上有两个，在经律里面一般的树神来讲，如果大树的话一般是比较福报大的人，福报大的神啊。神有两种，一种是鬼神，一种是天神。那么天神里面比如说四王天底下，四王天统领那个天兵天将啊，那么基本上都是属于天神的一部分啊，天龙八部这些嘛啊，那摩诃罗伽紧那罗啊，那么这一些基本上都是大概属于天神这个阶级的，包括阿修罗啊，阿修罗不在天神四王天统领里面啊，但是大概也属于这个阶级，天神的阶级。那一般来讲，如果鬼神的话，鬼神大部分在地上的，天神是在天界上面的，鬼神是在地上的啊，那比如说树啦、啊、山啦、啊、山神、树神、海神、河神啊，那这一些基本上都是比较属于啊在人间的啊，那但是这个还有分啊，那么这些神基本上是比较有能力的，那如果比较没有能力的，我们基本上就叫做鬼啊，那然后再差一点的就叫做恶鬼啊，基本上是这样。好，那这里啊，那说树神啊，那在这个经典里面很常见看到有树神啊，就是这个树，尤其是比较大的树，都有树神守护。
那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啊，中国的文化里面啊，台湾也是一样啊，比较大多数都有树神，所以要包一个红布，然后要聚的时候要跟他说啊，然后不然惹怒他，他有时候有能力啊，你破坏他的家啊。树神不是树本身成神，不是啊，山神也不是这个山成精啊，不是啊，而是这个鬼神依附在树。依附在山，依附在海，依附在河，啊，那就变成树神、山神、海神、河神，是这样子的。因为神、鬼神基本上他比较，啊，就是他要依附一个东西啊。那像那种大树的，那基本上都是大神啊，就是比较有福报一点的啊，那么会依附。那这里啊，这释迦佛啊，就悉达多做的那个树叫做毗波罗树啊。那毗波罗树那棵树上也有树神啊。那因为悉达多在这个树底下成道，所以这个树神啊，那么知道这个释迦佛在这棵树上成道，就在他的家成佛了，哈哈，那个树就是他的家啊，在他的家成佛了，非常欢喜啊。持天曼陀罗花，所以这个树神是阶级比较高一点点的啊，因为天曼陀罗花是天神的这个花啊，所以基本上如果是树神的话，是属于比较人间的了啊。那么像天上那些天龙八部那一些啊，这个基本上是不住在人间的，就在天上啊，然后由四王天带领的。那么天曼陀罗花啊，这个是形容的啊，形容这个。天曼陀罗花是天上的这个花，天花啊，如果我们讲天花乱坠啊，会很高兴的话，就会把花天花撒下来啊。我们还记得这个释迦佛涅槃的时候啊，不是天女散花吗？啊，有一个外道啊，不是拿了一朵天女散下来的花，然后拿在街上走，然后那个被大家是看到啊，然后就说你拿的那个花是从哪里来的？啊，他说因为释迦佛涅槃了啊，这天上的天女散花我捡到的，天女天花啊。那不过如果从经典的描述看，天女散下来的花没有多久就会自然消失啊，自然消失啊，就会它花会天上，因为倒立天上不会下雨，只会下花啊，那么常常会落花，那落花会积到一个程度啊，它没有多久它都自动消失。花也是化现的，花也是化现的啊，因为天人是化现的化身啊，花也是，花也是，鸟也是啊，这一些都是啊，都是化现的。好啊，那这个他就持天曼陀罗花致敬梵王所说偈言啊，那这个天曼陀罗花并不是他去天上来的，是天女散花，因为释迦佛成佛嘛。那天女来散发，然后他捡这个花去净饭王这个地方，那么说这个偈，奴子已得到啊，你的小孩，你的儿子悉达多已经这个成佛了，得到了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魔众已破散啊，这个魔众啊，就是基本上魔，我们讲四种魔嘛，那这里说的基本上是天子魔，但是天子魔是外魔。啊，然后但是主要是由内魔啊，由这个烦恼而有的啊，招感的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生死魔，因为你有烦恼，你就会有生死啊。那么有生死，就是有烦恼就会有这个果报身，有果报身，这个报身叫做五阴魔，从人来讲叫做五阴魔。那么有报身就会有生死。啊，出生就是这个果报生，那果报生就会死，就有生死，就叫做生死魔，叫死魔嘛。啊，所以魔是这样的，从烦恼为根本，那么以烦恼为根本，那么你就会造业，造业就会有果报，就有这个五蕴，五蕴生叫五取蕴。那有这个五蕴生，就会最后一定会死，有生必有死，就会有死魔。啊，那么你只要在。你只要有五蕴身啊，因为欲界才有五蕴身，五蕴啊。那么这个你只要啊，你只要有生死，你就脱不了死魔啊。你只要有烦恼，
你就一定会有果报，有报身，业报身，叫做业报身。因为造业嘛，烦恼造业会润身嘛，啊，然后所以你一定会有生死啊，所以有死魔、烦恼魔、五阴魔啊，然后你出不了这个，出不了这个色界了啊，然后魔有时候魔是两个啊，那么一般来讲啊，是欲界第六天的他化自在天魔，一个是色界进天的啊，那么也可以叫做魔啊，魔王啊。那么基本上啊就出不了，那么所以啊，那这个叫我们叫天魔啊，天魔。好，那这个他说啊，魔障魔众已破散啊，就不为魔所敷了啦啊。那么这个光明如日出啊，那么他的智慧就好像太阳一样啊，那么迸发出光明啊，光明通常就是啊，这个世间啊，给世间带来光明啊，那么就是他的智慧会引导这个世间的啊，在黑暗里面啊，有太阳出来啊，整个世界就变成光明啊，在这个世间有佛出现啊，那么很多人都可以以此得解脱，普照十方土啊，就好像太阳出来啊，普遍照耀十方的国土。好，就是他会利益很多的人啊，十方的众生。这个国王就说，那么前几天啊，之前有天来也啊，这个就是魔了，来说奴子已了啊，你的小孩已经死了，说悉达多已经死了啊，因为前面他不是常常派使者去打听悉达多现在怎么样了吗？那使者回来，因为那个时候悉达多正在修苦行嘛，受到皮包骨嘛，啊，就说这个王子，我看王子，啊，受到皮包骨，啊，我看要不是今天，要不是明天，啊，撑不了几天他就会死，啊，所以现在魔王来跟他讲，你的小孩已经死了，啊，他就很容易相信了，啊，啊，因为前不久常常派使者去看，就说啊，你受到那个样子不成人形，啊，可能不久就会死，啊，支持不了多久，啊。然后后来天魔来跟他讲，成佛的时候来跟他讲，你的小孩已经死了，啊，然后他就很伤心啊。然后现在这个天人又来跟他讲啊，这树神了啊，然后其实也像是天人一样，就来跟他讲啊，这个你的小孩已经死了，你现在又来说坏魔得道，那到底就是他已经啊，已经坏魔就是破坏一切烦恼了，就断一切烦恼啊，断一切烦恼成。啊，无上菩提啊，那么两个啊，前面那个天人跟你这个天人讲的不一样，那到底我要相信谁啊？两语相违啊，那个前面那个天人跟我讲，我的小孩已经死掉了，你又来跟我讲，我的小孩现在已经成道了啊，那到底是死掉还是成道？那么树神就跟他讲，实不妄语，我讲的是真的，我不骗你啊。那么前来天者，鬼言已了，是魔怀计。那么之前那个天人啊，来跟你讲啊，那么就是谎言啊，就是虚言啊，来跟你说啊，前面有下面有解释啊，就是谎称啊，假称啊，就不实的了啊，就是来骗你的啊。那是因为这个魔嫉妒怀，就是心里面有嫉妒心啊，所以啊，他没有办法。啊，干扰这个释迦牟尼佛没有办法干扰你儿子，只要来干扰他爸爸啊，是魔怀嫉啊，嫉妒心，故来相恼，所以啊，特别来让你升起懊恼啊，那么烦恼啊，其实是这样。那其实魔不会害人，但是他会运用你的烦恼，让你自己去造恶业啊，为这个业报所害。其实魔一般来讲的，像这种天魔等级算蛮高的，他不会造杀盗淫妄啊，但是妄语会啊，你看他妄语会，但是他也不会造到很重的业啊，但是他会鼓动你内在的烦恼，他会让你起，就是引诱你啊，起贪起嗔啊，基本上是这样，用种种的境界来蒙骗你、诱惑你啊，因为他嫉妒心比较重啊，那么他也会有妄语、慢心妄语啊。那所以啊，但是你只要不为所动，其实他没有办法害到你啊，他不会伤害到你
啊，他就是引用你内在的贪心跟嗔心，让你自己去伤害你自己，气是这样的。所以你只要把这一点看清楚了，你就不为所动。所以你看那个阿含经里面啊，只要讲到魔的，他第一个一定是我知道你是魔啊，就是我知道这个只是境界而已啊，我不为所动啊，那这样就过了，这样就不会有了啊，就因为你知道这个是只是境界啊，那你不会堕入到这个陷阱里面啊，这个是魔挖的陷阱，是一个境界，不管是好不好的境界了啊，那你不为所动。好，那这些境界不离开十八界嘛，所有的境界都不离开这个十八界啊，这是跟尘世合合而产生的，就是智慧也从这个地方，智慧从这个地方升起，烦恼也从这个地方升起，就是智慧不离开十八界，烦恼生死也不离开十八界，那么智慧解脱也不离开十八界，从十八界起智慧，从十八界生烦恼啊，那么基本上是这样。好，所以你只要啊，这个十八界里面不为魔所动，你就能够升起啊智慧，破诸魔咒。那么今日诸天龙神啊，诸天龙神啊，这其实就是八部众了。那有时候我会翻译诸天龙神啊，那天其实就是天龙八部了啊，这神里面就是包括啊紧那罗摩诃罗伽啊，等整整这一些啊，那么夜叉啊，那么阿修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啊，这一些啊，那阿修罗基本上有时候也包括在天龙八部里面啊。好，那么诸天龙神啊，花香供养啊，那么空中玄阵啊，这个阵啊，那么基本上啊，这、就是。啊，这类似像啊，它这里有几下讲啊，四支品的这个总称啊，那这个阵基本上啊，那、就是比较有钱人啊，比较在用的东西的啊，四支类的，然后来显示它的殊胜而已的啊啊，这个他说奴子生出光明。啊，有些基本上有幡啊、阵啊，这个啊，那么奴子伸出光明，遍照大地，啊，那这个树神跟他讲啊，那么现在天龙，现在诸天都非常的欢喜啊，大为庆祝啊，这个是在啊花香供养啊、悬阵啊、持幡、持盖啦、啊、持伞啊这些啊，伞盖幡阵啊，那么都是一种。像国王要出巡也是这样啊，伞啊、盖啊、啊幡啊这些阵啊这些啊，那么来形容他的高贵跟尊贵了、啊，欢喜了 啊。好，那么国王听到这个树神的话啊，于一切苦恼心本来非常的苦恼啊，那么得解脱啊，就是不再苦恼啊，并不是他这里得解脱，不是心苦恼心得解脱，就是不再苦恼了啊，只是这样而已。啊，王言啊，我子虽死，转轮圣王啊啊，就是他不继承王位嘛，不能做转轮圣王啊。于今得法转轮王啊，转轮王啊，就转轮圣王啊。那么可以讲转轮的法王啊，那么一样啊，就是法王跟圣王啊不一样啊。那么定得大利。无所思也，那么一定决定啊，得到最大的利益啊，这是啊不会啊不会没有啊，那无所思就跟前面啊无所获啊，就是说不前面的人说前面的那个天神魔啊，那么骗他说你的小孩已经死了，他都觉得啊我的小孩也没有得到国，也没有得到转轮圣王，也没有得到法王啊，一无所获。那现在这个天人来跟他讲啊，那么他说他小孩已经成佛了啊，说虽然没有转轮圣王，但决定得法王啊，那么无所思啊，不会就是这一定有收获了啊。好，
所以国王心就大欢喜啊啊，就无所思就跟上面的无所获啊，这是对照的来看。这个时候胡奂王啊，那就是阿难的爸爸了，使来啊，就派使者来。那么传说阿难啊，阿难是佛成佛的时候出生的啊，所以佛，但是一般来讲啊啊，如果一般来讲是有，一般来说是阿难少佛30岁。那如果是佛成道，阿难出生，那么佛是35岁成佛啊，这个是最普遍的说法。佛到底是几岁成佛？一般讲35岁，也有讲29岁的，也有讲29岁的，啊，也有讲，反正讲的有点不太，但是一般来讲都是29岁出家，35岁成佛，啊，一般来讲，那阿难到，如果是这样的话，阿难在佛成道的时候出生，那么就少佛35岁，啊，可是一般的说法是阿难少佛30岁，啊，减佛30岁了。啊，那所以这个是不同的说法。好，那这个，因为如果少佛35岁的话，那佛6年后回向省亲，那么阿难出家第7年，阿难出家也才7岁。阿难那个时候确实是很小，没有错，他才7岁。那七岁是小沙弥啊。那么就是说，那阿难那个时候就是才7岁而已，那好像太小了一点啊，没有说那个阿难那么小啊，但也有可能啊，我们不知道啊，就是说这个因为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啊，不过我们这里大概知道，这个胡奂王啊，就是阿难的，前面讲嘛，胡奂王是谁啊？阿难的爸爸啊，那么他们家的使者来跟他的哥哥白晋万王，白啊，就是跟他的白，就是说啊，跟晋万王说，跪地生难啊。那使者来跟他讲啊，你的弟弟啊，就是胡奂王啊，那么这个生了啊一个男孩啊啊。好，我们再翻过来看，国王心欢喜言。今日大吉，是欢喜乐，啊！雨来时也，次而当至，啊！为阿难，啊！所以是为父母作质，啊！那这个，那看起来啊，是阿难是谁跟他取的？啊，是晋万王为他取的名字。这个王是王心欢喜也，啊！那么可能指的是晋万王啊。那么心非常欢喜啊，所以说今日大吉是欢喜日，就跟来的使者说，这个小孩啊，今天是欢喜日，为什么？今天是佛成道日，啊啊，是欢喜日。那刚好这个阿难出生，所以这个小孩应该名为阿难，就欢喜庆喜啊。所以阿难有时候叫庆喜嘛，欢庆喜日啊。那么视为父母作之啊，那么并不是啊，这样来讲，并不是他的父母。啊，跟他取的，而是他的谁？他的大伯啊，就是跟他取的。然后回去，他的父母就把他取叫阿难了啊。那阿难陀啊，那么如果照大智尊来说是这样。好，那第三个啊，这个是在讲依父母立志，父母作志啊。那么，但是这个父母作志，如果依大智尊来讲。那么好像是晋万王取的啊，也不是阿难的父母胡奂王取的。好，那第三个依因缘立名啊，云何依因缘立名啊？就是阿难端正清净，如好明镜啊，就阿难有一个特别的，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叫做未成有法啊，就是其他人没有这种啊，只有阿难有。那个在四则经里面讲的非常的多啊，中阿含有一本经专门是佛来赞叹阿难的，叫做四则经啊。他说这个老少好丑，老的、年轻的，就是年纪轻的、年纪大的，长得好看的、长得不好看的，
那容貌严状皆以身中现，就是这个明镜、这个镜子、不管你、不管你是老少好丑容还是长得好长得怎么样、都在镜中如实的显现。那么阿难的身体也像这个镜子一样非常的明镜、他说女人见之欲心即动，是故佛听阿难着复见音，就是一般我们这个出门啊，都是不是啊？出门其实都要复见，但是在没有出门的时候啊，就是肉见啊，偏袒右见，一般都偏袒右见了、除了要去托钵或重大的事情才复见，但是阿难哦，时时都复见啊，他单单露出个右边的肩膀啊，他就迷死人了，所以佛陀说啊，你还是包起来好了。这个也就是所以阿难听阿难着复见音，是阿难能令他人见者心眼欢喜故，故名阿难这个是讲的比较就是阿难能让每个人都动心他其实不是女人而已我们说过阿难年纪大的年纪轻的男的女的在家出家其实都很喜欢阿难。我看就是在佛弟子里面对阿难好像看不顺眼的大概就大迦叶，但是他也不是不顺眼他就是因为大迦叶的个性比较严谨比较严谨，那么这个阿难他比较调柔，而且他的心大迦叶比较不喜欢女众，阿难常常比较护着女众其实是这样。那大迦叶虽然是这样的，大迦叶也不是，大迦叶不会起嗔恨心经典里面就记载有一次迦留陀引看到那个应该是脱罗乱陀比丘尼，那六群比丘尼之一，然后就他不知道那个时候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个脱罗乱陀比丘尼就好像对这个迦留陀引有不恭敬还是怎么样那迦罗陀夷就很生气，就一拳就把这个，因为迦罗陀夷力气很大，而且很会打架，一拳就把这个脱罗乱陀比丘尼打倒在地上，躺在地上，而且还生气的对他讲：“你，因为他说你用口水吐大迦叶，大迦叶都没有说什么，你以为我是大迦叶吗？一拳就把他打倒在地上。有时候看这个立点哦，很有趣，好像他们事情在演电影一样。”然后你以为我是大迦叶吗？很生气，一拳就把他打倒，我才不惯着你呢！大迦叶，你看那么严格，他对这些比丘尼这比丘尼要打他，他用神通飞走而已，这个脱罗难陀比丘尼跟他吐口水，他也没有怎么样，但是迦留陀夷说，我才不惯着你呢，你以为我是大迦叶，我一拳就把他打到他地上在那边叫，你看，这个哦，所以大迦叶其实喝止阿难喝止的比较厉害。常常见他在喝止阿难，但是大迦叶其实是有一点，就是觉得阿难你这样太，就是说他比较为女人比较会替女人讲话，但其实他心调柔，情感重有情有义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他说这个能令他人见者心眼欢喜其实阿难每一个人见到他都欢喜了。其实大迦叶也不是讨厌阿难，就是说觉得阿难的个性那跟他比较有大的差别而已。那其他的人没有人没有听过有人抱怨阿难的，没有那阿难就非常的特别就是所以佛陀讲有四位成有法嘛，四众弟子都喜欢见到阿难不管他讲话不讲话那么他说法的时候，因为阿难说法也很好听也很会说。他说法的时候大家喜欢听，他不说法的时候大家也喜欢看反正就是阿难非常特别。那不管是佛教外道其实是这个比较没有说到，但是佛教徒里面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他都是喜欢阿难的。好，我们先下课。
带几个回去吃。好，哦，好啊，看，不要紧啊，你看一个，我看看怎。
好，我们继续下来看，讲到这个阿难啊，那么于是造论者赞言啊，就有这么来形容阿难的了：面如镜满月，眼若青莲花。那么这个是32相里面的其中一项。如果自论的话啊，大概在第29相，我们可以看一下啊，112页。啊，因为阿难有30相啊，啊，112页，这里有讲到32相啊，112页。哎，哎，不是在这里有吗？啊，没有，不是这里。哎，那到第几页？我看一下。啊，第30相，第29项卷 4，对啊，112页在哪里？啊，哎，怎么不是？那写错了，那在哪里？120页，我写错了，我现在120页来看，啊，120页，我看第几项，啊，第29项，啊，那么在哪里？32项，第29项，第29项加121页，我写错，我写112页，怪不得找不到，啊，121页，啊，121页，啊，122页。122页，29项啊，真清眼相，如好青莲花。122页，我写错了，不是110。啊，有时候我写错。122页啊，你稍微把它改一下。啊，122页啊，第29项，这个真清眼相，如好青莲花。啊，眼若青莲花啊，那这个真清眼相，那这个有时候也在形容佛啊，佛身色如金山，面如镜满月，面如镜满月也在形容佛，眼若青莲花有时候也形容佛啊，目尽修广如青莲。那么青莲花不是说那一朵花，不是啊，眼若青莲花是青莲花的叶子。这个是指青莲花的叶子，不是指青莲花哦。啊，那么因为莲花是圆的啊，啊，它是说那个眼睛啊，那个眼睛啊，修长、近广。那么青莲花的叶子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白黑先净分明啊，目相鲜明啊，啊，它讲的是这个。啊，那这个，所以啊，那。他说面如镜满月啊，就圆满了啊，那么眼若青莲花，那其实是青莲花的叶子啊，修长修广啊，我们看那个画那个菩萨啊，那个很长啊，然后眼睛白黑分明啊，那叶子是很修长的啊。好，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难心啊，叫佛法如大海了，流入阿难心啊。那么，所以啊，这个是在讲阿难的这样赞叹这个阿难了、啊。能令人心眼见者大欢喜，诸来求见佛，通现不思议。那么，第一个，这个是在讲阿难的一个大概讲4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他庄严端正啊，就前面讲的非常的端正。那么谁看了都欢喜啊，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他多闻啊，能忆持佛法。那么多的佛法，阿难都能记得住啊，这是第二点，就是他多闻。第三个特点啊，就是他让人家谁看了都欢喜啊。第一个是他本身端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他的智慧，他的这个记忆力非常好。第三个是啊，他们人缘非常好。因为即使你是庄严的，像烂陀也有30相，烂陀也有30相，可是烂陀并不是每一个人看到他都喜欢的，但是阿难就每一个人看到他都喜欢，一样的庄严啊，烂陀也有30相，也非常庄严，但是烂陀跟阿难就不太一样啊。那阿难的条罗啊，烂陀也条罗，烂陀其实也条罗啊，但是阿难更条罗。那阿难是大家见到他都欢喜的。一样30相哦，但是阿难是大家见到他的欢喜，这个是其他人做不到啊。诸来求见佛
啊，这是第这这里讲四个特点的。诸来求见佛，通现不思疑。那么阿难还有一个特点，因为他做佛的侍者。那做佛的侍者要来找佛的人里面，啊，那么通就是通达，啊，他能够知道，啊，现就是这些来找佛的人里面，啊，第一个现在的时间适不适合，现就是现前嘛，现前的人，现前的时，啊，那么适不适合去见佛，啊，所以通现不思疑，其实就是说找佛的人里面。分两种，一种是外道，一种是佛教徒。佛教徒里面又分两种，一种是在家，一种是出家。啊，那在家里面有国王，有长者，啊，有谁啊？那出家里面又有比丘，又有比丘尼。那外道里面又有分啊，是沙门，是婆罗门啊，反正就非常多了啊。那阿难知道啊，这些人要去见佛，第一个。见佛的时间现在适不适合？是见佛的时间还是不是见佛的时间？为什么？佛现在在休息，佛现在在吃饭，佛现在在打坐，啊，佛现在里面正在为谁说法，所以这个时候不适合见佛，啊，那这个时候佛正在，啊，打坐起来，啊，吃用完餐之后，啊，正在怎么样，哦，那这个时候有空可以见佛，啊，所以这个这里讲的通现不思疑，其实就是说见佛的时间，不管是谁见佛的时间适不适合啊，不思疑就是不思其疑，就是适不适合，适不适宜啊，啊，来见佛。还有这些人就是见佛的时间适不适合，第二个见佛的人适不适合啊，这个人啊适不适合去见佛啊，那要去跟佛论法啊，他能不能跟佛啊论法？佛讲的话他听得懂听不懂？啊，他是来问法的，还是来问难的，还是来乱的啊？那么阿难其实都可以透过观察知道。啊，那么这个是所谓的啊，那么这个通现不思疑啊，就见佛的人见佛的时候，那么是适不适合？那他知道佛的作息啊，这个在《四者经》里面都有讲啊，大家有空也可以去看《中阿含的四者经》啊。那，所以他这里赞叹这个阿难，所以诸来求见佛，通现不思疑啊，就是能够掌握到恰到好处了啊，那么不会失到他的分寸啊，就是这个时间上不适合啊，这些人不适合啊，那阿难。啊，就是时机跟根基啊，啊，见佛的时机以及见佛的根基啊，这些见佛之时、见佛之人，是不是适合啊？阿难都能够掌握的恰到好处啊，不思其疑啊，那这个叫做通现不思疑啊，基本上是这样啊啊，如是啊阿 啊，那我们要讲一下这个阿育王。啊，阿育王见赞叹这个赞叹这个阿难的，就阿育难，这个阿育他被编到杂阿含里面，但其实他不是杂阿含的一部分，因为杂阿含有一部分失去了，那么为了要补足，就把阿育王经放进去。那阿育王是佛灭后才出现的人，怎么可能出现在大家是结集的杂阿含经里面？那是不可能的啊！这是后面被。就求罗巴陀罗的那个阿含经里面后面被编进去的啊，那我们要知道他在杂阿含好像六零四经的样子啊，他其实是阿育王传，其实是阿育王传啊，好被编入的，但是现在放在杂阿含经里面，好，就卷二十三，这个我们要知道啊，那里面有一个赞叹阿难的啊，后面会讲到大海水跟牛鸡水啊，这里也可以先看啊，如大海之水，牛鸡所不容啊，那大海水跟牛鸡水基本上是。阿含经里面啊，就经典里面经律论里面常常有在比喻的，大海的水跟牛鸡水，牛鸡水就是那个牛踏过之后留下那个洼洞啊，就一个牛的脚印踏过去的形成的洼，既不大也不深啊，这牛踏过去能够有多深啊，然后也多大，没有，就一只牛的牛脚的大而已，那个就是牛鸡水，就是那踏下去会凹下去嘛，那凹下去下雨的时候就会积一点点水
啊，这个叫牛七水啊。那大海水跟牛七水比喻啊，形容大跟小很差很多了啊。如是佛智海，佛的智慧啊，那么像海那么广，那么佛说的法也像海那么广啊。那佛法如大海嘛，流入阿难心嘛，愚人不能持，其他的人没有办法啊，就是其他的人能够受持的，就是牛七水那样的法。啊，那阿难能够受持大海水那样的法，啊，讲这样来赞叹了 啊。那么，所以唯有阿难尊一闻悉受持，啊，所以叫做佛法如大海，流入阿难心嘛，啊。但是这个记，因为我们找不到它的出处，大概是从这里的了，啊，不知道啊，这个很像，啊，就是牛鸡所不容啊，如是佛智海，愚人不能持，终无妄思死，是故供养圣。这个是阿育王去顶礼阿难的塔的时候，那么赞叹阿难的话啊，那基本上是这样。好，现在再来看啊，啊，那最后做总结，如是阿难虽能得啊。阿罗汉道以供养供给佛故，就是以供给供养佛故，为了做佛的事者，那么没有把烦恼断尽，才证出果而已。以此大功德故，虽非无学，虽然他不是无学啊，就有学无学啊，在无学术中啊，你看他虽然是有学，但是其实在无学术中，虽未离欲，在离欲术中，他其实算离欲的人。我们说过啊，这个阿难对着舍利佛说，他25年没有起过欲心，没有。啊，虽然他在学地，但是他其实跟那个无学、没有欲、没有离欲的人是一样清净的，啊，只是他没有断而已。啊，所以你看这个很厉害哦。啊，那所以这里讲啊，在离欲术中啊，虽非无学，在无学术中啊，那因为他其实要断烦恼是可以的，但是因为要做佛的事者，没有断烦恼。以是故共数5000种，以十位是阿罗汉故，言为处阿难啊，就阿难还没有证阿罗汉，但是其实也差不多等同阿罗汉啊。那么虽然不是无学啊，差不多等同无学。好，那这个只是解释啊，这个来这边听经的那么多人里面啊，那阿难是唯一没有证阿罗汉的啊，就是摩诃比丘僧嘛。大比丘僧，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七啊，四众议论第七啊，四众皆见圣地，但证悟人数不同啊，这上面的标语了啊。他说，看这个经，这个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复有500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皆见圣地。就比丘之后有比丘尼，有优婆塞，有优婆夷。那么除了比丘见圣地之外，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也见圣地啊，就在家出家都有人啊，听了佛法啊，听了这个般若经啊，或是已经啊，这般若经才要讲而已啊，就已经有见圣地的人啊，比如说像后面也会提到啊，就是说这个佛陀初转法轮的时候，除了乔成儒证出果，乔成儒首先证出果，那么除了乔成儒证出果之后之外，其他的天人有8万天人啊，你看八万也是形容很多啊，那么也都证果，也都见到啊，证出果啊。那这里除了前面那些是得道的大比丘僧，大比丘里面除了阿难没有是有学之外，其他都是无学。那么比丘尼以及优婆塞、优婆夷也有很多的正果的啊，接见圣地啊，其实就是啊都有正果的人。好，开始讨论这句话啊，他说啊，问何以诸比丘有5000，那么其他的三众才500啊？因为摩诃比丘前5000人嘛，那这里就是优婆塞、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他是500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都500人啊。他说：“为什么比丘那么多，比丘尼那么少？”
那其实佛时代最多的是比丘啊，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最多的是啊这个比丘尼，然后再是比丘啊。那佛时代最多的是比丘啊，然后再是比丘尼啊。那优婆塞、优婆夷当然就很多。好，那他回答啊，为什么比丘有5000，比丘尼才500？啊，比丘尼出家的那个时候没那么多了啊。他说，第一个啊，他讲到女人短智慧。啊，就智慧比较短，女人多了，多数多是多数，短智慧就智慧比较浅薄，烦恼过重，但求喜乐。好，先讲这个。那么在佛陀那个时代，那么普遍受教育的不多，那么受教育里面女众受教育的更少。不要说佛陀那个时代了，即使我们年轻的那个时代啊，就是我大概。啊，这30-40年前啊，我们读书的时候，啊，那么大部分的女众也比较少读到比较高的书。那在更早之前啊，中国也是这样啊，就是女众读书的比较少，因为它有限制，就是女众出外比较不麻，就是比较麻烦，出外读书啊怎么样比较麻烦，而且就是女众学的基本上就是针织啊、做饭啊这些啊、打扫啊这一种的。那么也比较以前读书就是要做官的嘛，那么都是男子做官的，女人做官的也比较少啊，不多，非常非常少。你很少说啊，女人去考状元的啦、啊、什么的，或是比较少。女人受教育的也少了啊，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啊。那所以啊，一般来讲叫做短智慧，就是她比较没有读书的机会啊。以前的女众。那现在如果在像比较相对比较没那么发达的国家也是一样啊，女众受教育的机会比较少啊，比如说像阿拉伯，那么他们很多女众读书有些是被限制的啊，因为出外嘛。那么所以他说女人多，大多数啊智慧没有那么多，没有就是短智慧嘛，智慧没有那么深啊。那因为书读的不多嘛，很简单啊，就是这样而已啊。那么烦恼够重啊，因为他是以家庭为重啊，像中国讲三从四德也是一样，他重视家庭啊。那么所以贪爱心会重啊，嫉妒心重啊。那么但求喜乐啊，那么爱行多故，爱行基本上啊，如果从这个。经论里面讲爱行啊，其实就是爱的心、爱的业啊。那通常有分两种众生，如果在毗婆沙里面，会把众生分成两类：爱行跟见行。爱行就是邪见上的，那见行就是邪见上的啊。那么人啊，那么爱行就是情感上比较偏重的人啊，烦恼重的，贪跟嗔心比较重的。啊，所以分爱行人跟见行人。那爱行人啊，那么这个就是烦恼啊，贪嗔的烦恼比较重。那么见行人啊，那么就是他这个邪见上啊比较深啊。那所以有时候会分爱行人跟见行人。那爱行其实就是对五欲比较贪爱的人啊，所以要叫做爱行。比较多求利养恭敬的这一些人，那就有时候他叫做爱行。好，那这里是在讲啊，那另外有一个啊，我们就写在讲到一般的观念，我们讲的是一般的观念啊，这个是大庄严经论，另外有一个佛所行赞啊，里面也说到这个啊，后面我们会再说啊。就是在讲到当时的女众的这些啊，那么既有的这种观念啊，佛所行赞卷四啊，这边都说到，他说丈夫素智慧，乐法挥为起啊，就素士啊，那么乐法为对于佛法啊好要。啊，就是比较会好要佛法，因为比较有智慧啊。那么，女人情智弱
智浅阿益深，智慧比较浅啊，那么爱欲比较深，就爱行嘛。因为他离了家庭，离了子女啊，离了父母，他就很难生存啊，所以他会比较偏这个爱欲。那这个是在当时的，那么以男性为主的社会，我们叫做我们这个社会有父系跟母系的，母系的就不一样啊，母系的是以女人为重的，那父系的是以男众为重的。好，那么而能热正法。此意为甚难。说女人啊，书没有读的那么多啊，道理没有懂得那么多，主要是因为没有受教育啊。啊，在当时，在印度当时那更多，中国也是一样啊。那么男子受教育的机会多，女子受教育的机会少啊。那所以他说啊，他这里讲啊，这个此意为甚难。从这个记里面可以看出啊，这个当时印度社会普遍啊，有所谓女人的智慧浅薄，那这个也难免。为什么？因为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少，就读的书比较少，读的书少，几乎有大部分可以说大部分是没有读书的，所以他很多道理其实他不知道啊。那不知道当然啊，就我们就形容他叫做没有智慧嘛啊。那现在的人，不讲没有智慧，叫做没有文化啊，那没有读书，没有文化啊，基本上是这样。他看大智，他说这个比丘尼啊，教导这个苦行外道啊，他比丘这个是比丘尼自己讲的啊，因为普遍的社会是这种认知啊。他说女人的智慧没有那么深啊，因为我们说主要是受教育啊，那个时候没必要没有受教育，但是女人的智慧没有那么多，书没有读那么多啊，道理没有懂得那么多，没有那么深。就是他的道理，他对于一般这些知识的道理没有懂得那么多那么深、啊、那么深入，因为没有读书啊啊，所以但是听佛说法引佛甘露，我书没有读那么多，字没有认识那么多啊，所以很多佛弟子基本上也不认识字的，但是他道理听得懂 啊所以我们说不一定要识字，但是要识理啊，要明理啊，基本上是这样啊。那么引佛甘露，听佛说法也能够在大众中说法无畏啊。那么这个比丘尼智慧，这比丘尼啊，就是这个女人，就是说一般的女众，那么基本上听佛说法啊，也可以了解，然后大众中说法无畏啊，那就是女人也能在大众中说法无畏，因为她听了佛的甘露，她有所证。那么比丘尼跟佛出家的智慧没有像比丘那么深啊，因为基本上女众出家除了那一些王族的小时候有受教育，大部分也是没有受教育的，但是也能够用来灭烦恼，断除烦恼。所以他劝那个外道啊，你是一个男众啊，那在这边修行，你还不如去听佛说法还好一点啊，像我们没有那么殊胜的，听佛说法都得到受用了啊，所以你还是去跟佛学习的好。那佛所行赞啊，大章那讲这个一样啊，女人情自若，自浅爱欲深，就讲这里爱行。好，所以这个是讲到爱行多故，少能断结时得解脱证啊。我他说他是在解释为什么女人啊，女人才有五百啊，就是比丘尼才有五百了，比丘有五千啊。那只要是因为啊，其实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原因呢啊，那女人也比较好。当时书没有读那么多啊，那么所以说少能断结时得解脱证。如佛说是因缘起法第一甚深难得，一切烦恼尽离欲得涅槃背负难见。那这个是很有名的啊，涅槃啊，我们看一下底下的128啊，杂案经啊，这缘起甚深，涅槃甚深复甚深啊，这个非常有名的啊。他是举这个经，还有另外有一个经也是这么写的啊，那大概都是讲啊，涅槃甚深，就是缘起甚深啊，缘起甚深，然后涅槃甚深复甚深
啊，那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好，那么以是故，女人不能多得，不如比丘。啊，先举例了啊，举这个为什么女人才有五百个？那其实佛陀时代女众出家没有男众的多啊，那这是一个了。好，那第二个当然，因为女人她要照顾家庭。跟这个不是说男子啊，那说出家就出家。像你说大爱道为什么出家？大爱道出家是因为第一个啊，他的儿子都出家了，悉达多出家了啊，然后谁出家？然后他的儿子难陀也出家，然后他的孙子啊，那么这个罗诃罗也出家了。那家里面四个男人，三个出家了。四个男人，三个出家，然后最后净饭王死掉了，家里面四个男人，三个出家，一个往生了，那剩下他和耶稣陀罗，他不出家。如果净饭王在，他能出家吗？我看也很难啊。净饭王还在，他要留下来照顾净饭王，他能出家吗？他也不能出家啊。那如果难陀在，他能出家吗？他也不能出家。如果罗诃罗没出家，他必须要留下来照顾罗诃罗啊。所以大爱道带着耶稣陀罗去出家，是因为净饭王往生之后，家里面都没有男人了，啊，所以他也要去出家，啊，因为悉达多出家了，他的儿子难陀也出家了，啊，他的先生，他的那个孙子，啊，罗诃罗，啊，可以，因为他是他妹妹的，他是代替他姐姐的啊，照顾这个啊这个他的儿子啊，就悉达多嘛，变成他的养母嘛。啊，然后这个他的媳妇是耶稣陀罗嘛，啊，然后所以他就带着耶稣陀罗去出家，啊，所以我们会发现到女人出家，她基本上比男众来讲，在那个时候更不容易了，本来就更不容易啊。好，那所以这个是在讲到啊，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个比丘有五千，比丘你才五百？好，第二个。啊，他说在家二众不能肉尽，仅得有学果啊，就是说在家的女，第一个在解释为什么比丘尼才五百个人，第二个在解释为什么优婆塞、优婆夷也才五百个人啊，就是正果的啦，接见圣地啊，在正果的才五百个人，而且还不是正阿罗汉啊，是初果、二果、三果啊。那这里就讲到在家到底能不能正果？这能不能证阿罗汉啊？我们来等一下再来看。他说：“优婆塞、优婆夷有居家，有家庭了、啊，有家庭。那家庭难免就要为家庭操心啊，然后所以心不净，没有办法离欲清净啊，不能尽漏啊，所以就没有办法断尽烦恼。只可得啊，这个只也就是唯有可得到四圣地做学人。”啊，出国、二国、三国，如记说啊，这个记很有名。那么这个记其实是引自《经籍》第211句啊，这我们写一下啊。他这里没有写啊，但是他其实引自《经籍》的啊。他这里有讲啊，他说：“孔雀虽有色颜身，不如鸿雁能远飞。”白衣虽有富贵力，不如出家功德胜，啊，它是引自经籍的，啊，经籍221记，啊，既然它是写清景孔雀翱翔空，啊，孔雀在印度是非常多的，一般经籍里面有时候有些翻译做记，有些翻译做白话的啊，那么不一定是用记诵的，它原来应该是记诵的啊，翱翔空，翱翔于天空天鹅快速力，啊，它这里是翻译成鸿雁啊，那这个在印度它是所谓的天鹅快速力，就是很快就能够啊起飞啊，飞得比较久。
孔雀没有办法飞那么久，它身躯也大啊，天鹅不是啊，这类像鸿雁的啊。那么在家如斯君难比啊，啊，用孔雀跟天鹅来比喻在家跟出家啊，如斯君难比。临终禅师之魔女啊，在家就算再怎么样殊胜啊，这里说在家虽有富贵，你再怎么殊胜，儿女非常的多啊，然后家庭非常的大，因为在家基本上就是屋子大嘛啊，居家很常广很常大，然后财产非常多，财产多房子大，那么眷属多啊，基本上就这三个嘛，比较殊胜的啦啊，就是你妻妾子女眷属很多围绕啊，眷属围绕。第二个，你那个房子非常的大。第三个，你产业产钱非常的多啊，大概是这样。但是不如一个人啊，不如临终禅修之魔女啊，禅师之魔女啊，也是禅修的临终禅师之魔女。魔女是啊，形容修道的人，贤人，魔女其实是贤人，形容修道的人啊，啊，有时候来形容出家人，啊，出家修行的人啊，啊，是叫魔女。那所以啊，那么即使你房屋非常大，啊，那么在大屋广大的屋堂殿堂里面，不如我一个人一个。独自坐在树底下禅修的比丘，啊，修行人 啊，其实也不一定比丘了，比丘你也都是。所以说你在家虽然有钱啊，有这个房子很大啊，然后有眷属很多，不如他自己只是一个人，然后在树下禅修的这些比丘啊，就是他的形容在家跟出家，这个是出家，啊，这个是出家，出家修行的人，摩尼有时候也形容比丘。啊，禅修的比丘贤人，他是贤人的意思。释迦牟尼是释迦主的贤人，啊，那么阿难有时候叫毗提和摩尼，啊，毗提和主的贤人，啊，这是贤人的意思。那么这里的啊，这里就是啊，翻成，孔雀虽有色颜身，不如鸿雁能远飞；白衣虽有富贵力，啊，就在家，啊，虽然就是有种种的殊胜，啊。那么五欲殊胜啊，那么殿堂殊胜啊，那么眷属殊胜啊，财宝殊胜，不如我一个人什么都没有，我坐在树底下，我有七圣财啊，那不一样啊。所以他这里讲啊，不如出家功德胜啊，是经籍里面的了。好，那这个是啊，说到在家跟出家。那他又说到啊，以是故啊，那这个偈啊，就是荆棘的这个偈啊，他说就是像孔雀啊飞翔，孔雀虽然啊有那么漂亮的这个羽毛，但是它飞翔的能力啊永远达不到天鹅那种快速啊，那么在家也是这样，那么你即使再怎么样的殊胜，永远也跟不上啊，在山林中努力禅修的比丘，啊，讲这个，啊，好，那这个是出自经籍的。好，他以是故，诸比丘尼虽出家，比丘尼虽然也出家，气势业智慧短，啊，那么《杂案经》里面啊也有谈到啊，他说，这个有一个比丘尼叫做本摩比丘尼，乃要到那个斯陀尼里面去禅修，那个魔来了啊，就跟他说：“仙人所住处，四处甚难得。”啊，写一下好了。他就来跟他讲，哎，扰乱他，就跟他讲：“然后仙人所住处，四处甚难得。”
这个是杂含一一九经，杂含一一九九经。仙人说住处四处生啊，这个是魔在扰乱这个比丘尼的了啊。然后非彼二子智能得到彼处，非彼二子智能得到彼处啊。讲比丘尼只有两个手指头的智慧，等一下我们讲两个手指头是什么，就是煮饭的时候那个要去测那个水，两个手指头啊，就是煮饭只有煮饭的智慧啊，就是说那个水要到两个手指头这里啊，然后那个饭才会熟啊，就形容比丘尼的，不是比丘尼，是女人啊，大概只有这个家做家事的智慧而已啊，类似像这样的啊，因为他们比较出不了家嘛，出不了家庭了 啊，那么所以他就取笑他啊，非彼二子智。这个二子智啊，就是啊做家事的智慧而已啊，能得到彼处啊，因为他要去禅修嘛，他要去那个狮驼岭里面禅修啊，那个魔就嘲笑他啊，那这个是叫做一个啊，叫做一个本魔比啊，苏魔比丘尼啊，苏魔比丘尼不是本魔，苏魔比丘尼。苏摩比丘尼啊，苏摩比丘尼啊的一个故事。这个比丘尼就回他，这个是魔说的，这个是魔说的啊，这个是魔说的啊。那个比丘尼就说啊，他说入心心入于正受啊，心入于正受，女行复何为啊，修行跟男女没关系，跟心有关系啊。这女人的形体又怎么样呢？啊，女行复何为？啊，能够得解脱，跟男女没关系啊，跟什么心有关系啊？所以他说啊，只要心啊能够入于正法，跟法相应，那么女生的形体又怎么样呢？啊，那么若于男女想。你认为啊，这个男行男众的身体啊，男众的这个相状啊，才可以得解脱，女众就不行啊。彼即随魔说啊，那他跟你讲啊，你这个女人不能修行，那你就以为啊，我真的是智慧浅薄不能修行，那你就是啊，受到魔的束缚了啊。彼即随魔说啊，他这样讲你就这样信了 啊，其实不是啊，修行跟男跟女男相女相没关系。跟有我相无我相有关系啊，彼即随魔所，随魔所说了，就跟他一样了啊。啊，智惑若生矣啊，假设智慧假设生起来，假设已经升起智慧了。啊，那么待得无上法，待得无上法就能够获得啊，那么正觉无上菩提啊，那待得无上法就能够解脱了啊，啊，就能够得解脱。好，那这个是讲到这个有关于啊这个二子智里面啊，在其他的经典里面有时候也会讲啊。他说这个只是啊，只是这些简单的事他知道啊，再复杂一点的他就没办法知道了啊，其实叫做二子智。好，那这里啊他讲到啊，所以因为啊虽出家弃事业啊，智慧短啊，智慧比较没那么多。那我们说过，这个是当时教育的问题，没有普遍教育的问题啊。你要是让所有的男众都不去受教育，那么一样也是智慧短啊，就是我们说的没文化了啊，比较不知道啊事情的这些原理啊。因为读书就是在了解事事物的原理啊，现象背后的原理啊，他都不知道啊，没有去学习，所以不知道啊。那么是故有500阿罗汉比丘尼，白衣二众啊，那
简单讲就是比丘尼之所以少啊，是因为啊他们当时受教育的少，比较没有那么深的智慧啊。那这个白衣之所以成就的少啊，正果的少，是因为他们家里的事情多，居家事啊，聚就是多了，聚啊啊，底下有注解啊，就是非常的多啊。他这里聚是交集聚怕，其实这个应该是剧烈的聚了啊，就是比较多啊。那事情就是事物繁重了啊，其实应该是这样啊，那应该是剧烈的聚了啊。那么就是居家事比较多啊，事比较杂了啊，比较多啊，所以没有办法用心在，没有办法用心在修行上，所以得到一个五百啊，讲这个。那么第二个啊，讲为什么只有赞叹阿罗汉啊？那我们从这个筛讲，在家到底能不能证阿罗汉？其实如果依《杂案经》里面来讲，在家也有证阿罗汉的。那为什么会说在家不能证阿罗汉？那其实是跟五欲有关系啊。那因为通常来讲，阿罗汉一般来说了啊，那么证了三果，他就离欲。离欲的话，他基本上他会在家住不下去。但是这个出就是说，他一定会修离欲行，他一定会修出家行。那么《阿含经》里面有在家的阿罗汉是有的啊。那么这件在家能不能证阿罗汉也经过讨论，但是就是说，通常啊，你如果证了阿罗汉之后，那么你就是证三果之后，你通常会出家，或者即使没有出家，也会过着出家的生活啊。因为出家有两种嘛，一种就是说，正式来讲，从相上来讲，那就是离开家庭，然后去修行。那婆罗门很多年纪到了一定的年纪也去出家，但出家不一定证阿罗汉，出家不一定证阿罗汉。但是啊，那么出家容易证阿罗汉啊，但是在家，所以证阿罗汉跟你在家出家没关系啊，但是跟你会不会修行，有没有用功修行有关系，有没有烦恼有关系。但是你在家，你要张罗这些大大小小的事物，你就比较第一个没有时间，第二个比较会有烦恼啊，其实是这样的。那证三果，一般来讲证三果的人断了欲贪，他即使没有出家也会过出家的生活。我们看很多在家的，他并不是出了家才证阿罗汉啊，没有啊。你看佛陀时代很多度化的人，他本来是在家的，但是他听了佛说法之后证了阿罗汉，他就跟佛出家了。所以但是有没有证了阿罗汉没有跟佛出家的，我相信也是有啊，但大部分会跟佛出家。你说像佛陀最初度的，佛陀最初度的耶舍五十五个人啊，那么他们一开始也不是出家的啊，他们来听佛说法，然后没多久证阿罗汉，他们就跟佛出家了。然后他们再回去耶舍回去再找他们的亲戚朋友五十个人来听佛说法，听了之后也都证阿罗汉，也都出家啊。所以那个时候他证阿罗汉的时候，他是在家的，他并不是出家众证阿罗汉的。那这个在《阿含经》里面也很常见，就是他原来没有出家，但是来听了佛说法之后证果了，有时候证初果，有时候证二果，证三果，有时候证阿罗汉，他就跟佛出家了啊。这是《阿含经》里面是很常见的啊。所以他那个时候的身份其实是在家的，并不是出家的啊。但是他也证阿罗汉了，但是证阿罗汉基本上很少看过没有出家的，因为他已经了解这个生死了，已经断了生死，已经了解世间这一些现象缘起的无常的无我的，他不会再执着这个家庭，不会再有啊。所以多数是会出家，多数了，应该说绝大多数了，绝大多数。好，那所以这样来看，其实在家就是阿罗汉跟在家出家没有关系，但是在家比较不容易，因为杂事多啊。那一些听了就证阿罗汉的人，当然就是以前宿世啊善根比较深厚的人啊。那在佛法里面，在佛法里面，你要是证了三果，多数会出家，因为你已经离欲贪了。离欲贪对五欲完全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所以他对这个世间的五欲完全没有吸引力，所以他不会再加在经营这个五欲的这种家庭生活，不会有啊，而且他一定是泛恨清净的，他一定不会有夫妻的这样的生活，一定不会有啊。那么所以基本上来说啊，那么正三果以上基本上就会过出家的生活，但是他不一定现出家相，他不一定现出家相，但是他一定会过出家的生活啊。所以如果从意义来讲，你在家生活上有五欲的生活上，你有五欲你就不能离欲，不能离欲不能断欲贪，你三果都证不到了，何况是阿罗汉啊。其实从这一点来说了，好啊，那所以这个比丘尼一定是可以证阿罗汉的，比丘尼也蛮多证阿罗汉的，但事实上就是因为当时出家的比丘比较多，当时女众要出家也比较困难，当时的女众要出家比较困难啊，所以也比较没那么容易。那比丘出家的就是男众啊，男众出家的就比较多，也比较没有那么困难啊。那所以其实比丘就比较多。好，那再接下来说，五千阿罗汉都赞叹，那么为什么不赞叹三众？就是说，你看前面啊，讲到比丘，那就讲这些比丘怎么样怎么样啊，在这里啊，都这些比丘啊。那有什么功德？有什么功德啊？这赞叹的非常多了，啊，就是这些比丘都是证的什么又什么的啊，那么多心解脱、会解脱的啊。那我们来看他最前面讲什么，啊，那后比丘你就没有啊，这大概就只是啊，有五百个比丘，有五百个这些这个比丘尼以及在家众。那先讲这些大比丘众啊，比如说我们看八十一页啊，这个大是这一些大比丘啊，一切众中最胜啊，有五千个人嘛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讲这些就是为啊人天所恭敬啊。那这些比丘啊，那么都是啊，那我们来看他是都是阿罗汉啊，那这些阿罗汉啊，那么赞叹他啊，那么得诸漏已尽啊，那么于一切道法圆满啊，那讲这个啊，你看，然后就解释这个阿罗汉啊，然后能够自利利他啊，尽诸有劫，待得己利啊，正智得解脱啊，反正就讲你看看，他底下有一些形容这些比丘阿罗汉的这一些殊胜的啊，然后但是比丘尼就没有讲啊，所以他说好，那为什么这些比丘尼以及这一些三众啊，这些在家又不说又不语，为什么也不像阿罗汉这样赞叹呢？啊，他说大众已赞，则之与亦赞。那么这个大众是五千阿罗汉，五千阿罗汉都赞叹了，那么其他的也一样是赞叹的，那就不重复了。啊，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特别在另外赞叹，那外道就会讲啊，何以赞比丘尼啊？为什么会赞叹比丘尼啊？身回半故。啊，也因为这样可以知道，比丘尼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比较没那么高，比较没那么高。那你特别赞叹女众，那么就有人会讲闲话啊，就特别是外道。那佛弟子里面其实是，他其实是不分种姓，也不分性别的。那外道其实就很看重这个，特别是婆罗门，婆罗门其实是非常重视这种，就是种姓以及性别的。啊，其实婆罗门，那么他看到你赞叹女众啊，他可能会生回谤啊。外道有些也是这样，那而且他们重视啊，这个比如说外道婆罗门啊，外道重视这个出家啊，那你赞叹白衣，他也会特别讲啊。那么认为啊，你赞叹白衣是为了得到白衣的供养啊，当言为供养故。啊，就是说你赞叹这些白衣是因为要得到这些白衣就是在家中的供养，所以你赞叹他啊，所以故不赞啊，这个只是说在说明这个理由而已啊，啊解释啊，那为什么不赞叹啊，那么当然会找各种的说法啊，那么来说明。好，那这个是为什么啊，那么只有啊赞叹这个阿罗汉，没有赞叹比丘尼在优婆塞优婆夷。
好，那么时间到，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好，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